为家居户型望闻问切，为人居和谐添砖加瓦。大家好，我是易南天。自从推出户型望闻问切的体检分析活动啊，很多网友呢都发平面图来咨询。这个网友发过来的户型图呢就比较典型了，我呢想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户型图呢乍一看啊还是很不错的。第一，户型呢方方正正，缺角方面呢并不严重，符合天圆地方的原则。第二，南边的客厅、次卧和北边的客卧都有阳台，西边的餐厅、客厅还有两个大窗户，采光性和通风性啊都相当的好。第三呢，除了东边这个入户门之外呢，在东北角啊还有一个安全门，直通防火楼梯，遇到危急的情况呢马上就可以撤离疏散，安全系数呢很高。第四，电梯和东边的这个入户门呢呈90度角，互为夫妻的一个呼应关系，这种方向的电梯啊不会对家居呢造成不良的影响，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房子的缺点方面，这个房子的缺点呢也是比较典型的哈。第一，入户之后呢一条长长的通道才到客厅，通道两边呢是卧室和书房，这种到客厅必须经过卧室的户型好不好呢？答案是不好的。因为呢家里来客人时啊都要从卧室的门口经过，而卧室呢是休息的场所，也是私密的地方啊。客人呢从卧室门口经过，那么家中就没有私密性可言了。如果关着卧室的房门，那么空气不好，不关呢私密性不好，对吧？而且呢买菜回家做饭，从门口找到房子的最尽头才是厨房，下厨的动线太长了。第二，西北呢为权，代表男主人，而厨房呢在西北，有个专有名词叫做火烧天门呢，不利于健康，特别是对消化系统啊和心血管系统有负面的影响了。在九宫飞星中，这里的坐星呢是五，象星呢是二，五黄二黑同宫啊，同志们，这也叫做五二交加必损主，所以呢这个厨房的问题也是多多的。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用一个大功率的抽油烟机保持厨房通气干净卫生。厨房呢不要放置绿色的植物，因为呢木可以生火，增加火性。如果厨房的面积比较大的话，还可以把冰箱直接放到厨房里，平衡厨房的火性。装修时呢可以多用土黄的色系，比如说呀可以用土黄色的地砖和棕色、咖啡色的橱柜等等，这样呢也有利于平衡厨房的火性。第三，厕所太多，四个房间就有四个厕所，一、二、三、四，而这个家呢只有两三个人住，四个厨房太多也不好，因为呢厕所是排污之所，家中啊很容易会受到污秽之气的干扰。在人居环境理论上呢，厕所是越少越好的，只不过呢如果家里人比较多的话，增加一个呢无可厚非，但是大大超过使用的需要就不太好了，建议呢把不常用的厕所呢改成杂物房间。软装搭配方面，客厅在西南，西南方向的日照时间比较长，气温呢
相对也比较高，可以用比较深色的窗帘。客厅不宜太个宽阔，多采用米色、土黄色和咖啡色为宜。主卧这边是在东南，东南呢是日照最为正常的方向了，可以采用大面积的米白颜色，再搭配浅绿的色调，使人呢变得聪明灵秀。如果暗色调太多啊，就会显得压抑，不利读书，也不利于主人的健康。东南方向的卧室历来都是最适合休息的，从窗外看出去呢，不要有高楼和主干道，也不宜看到高山，这个范围呢一定要平静，适合宁静致远。好的，这个户型图呢就分析到这里，为家居户型望闻问切，为人居和谐添砖加瓦。我是易老师，关注家居装修布局，请关注我，谢谢大家。